我不要你每次都把我事情安排的好好的，好不好？你有问过我怎么想吗？我从小到大你就这样，你都没有给我选择的空间呢。你都是向着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很讨厌你，我真的很讨厌你。燕之那天。 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？不重要了，那是他的选择。这次我听他的，恭喜你。 自由了，部长你好，对对对，我是香婷，好久不见。部长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那边有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让我儿子可以赶快去美国读书的？喂，王校长，我是燕之妈妈。对，校长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那边有没有认识的代办单位，可以让燕之赶快到美国读书的？我会拜托你帮帮我，我已经打了好多好多电话。 是我真的只剩你最后这条路。彪子，彪子，干嘛？ 白痴吗？我是强暴你的人哎，哭什么哭啊？你不是应该很讨厌我吗？我知道你说的都不是真的，你不要再逃避了。哪一句不是真的？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不要可怜我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我求你不要这样！白痴！白痴！对不起。 我没有想过给你这么大的压力，我美国不要去了好不好？我们找一个没有认识的地方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不要你这样啊！我可以帮你的，燕之妈妈保护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你每次都把我事情安排的好好的，好不好？你有问过我怎么想吗？我从小到大你就这样，你都没有给我选择的空间呢，你都是向着你自己好不好？我真的很讨厌你。 我真的很讨厌你！我现在还死撑证明，我要毁掉，装英文，我要怎么重新开始啊？去美国有用吗？我会变成今天这样。 我今天选上天成董事长，真的？嗯。恭喜你，你很开心吧？我觉得选举好累哦，我又不想选举了。辛苦了。那爸呢？他在天成还好吗？我没有问他，他现在不归我管。
那你有没有偷交男朋友啊？有你这个小鲜肉交什么男朋友啊？啊，好累哦，帮我按摩。好啊，你要哪里？肩颈20分钟，谢谢。